挑战狂野西部第十二关困难模式。可以看到这里都是铁轨，能种植的植物少之又少。我就会让你登分的，要不是电流炸了再死了，我早就吃饱喝足了。哦吼，小鬼头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，免费送你个土豆来吃。土豆人小心啊，要不让小的上去试探一番。哎呦我去，怎么会那么毒啊，这把都有毒。可恶的僵尸真是一个比一个猖狂，真以为我好欺负吗？随便挑个坚果都能打败你们。这可能是没办法了，有本事给我等着，我可真的要替我出气了。